针一定要伸出陶瓷嘴，可以磨得尖一点，不用磨得太长。焊的时候呢，顺着形成的这个焊点的尾部，这样往下焊就可以。一个焊点摞着一个焊点的尾部，可以不用焊得那么密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钨针尖与板台的距离，就是控制在不沾针的情况下，离得越近越好。焊这么一小段，看一下这个效果。